然后呢，这里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，刚才给大家说什么？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这个 ID3 算法，ID3 算法啊，就叫什么？就要做基于我们的一个信息增益嘛。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就是我这个 ID3 算法啊，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？咱们刚才说，哎，好像说对所有特征都去算它的信息增益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那现在啊，咱们现在来想这样一个问题。在我的数据当中啊，就是不光有这四个特征，我还有个东西啊，叫做一个 ID 的一个编号。这个 ID 编号就是说，每个样本都有唯一的一个编号。第一个样本是一，第二样本是二，第三个样本是三，这是四啊，一直点点点，一共咱不是有14个样本吗？那对于这14个样本来说啊，是不是我们这个 ID 里边是不是每一个编号它只有一个？一，它只出现了一次；二，也只出现一次。对于任何的一个编号，因为它是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嘛，都出现了一次。那现在我想这样一个问题：假设这个 ID 它也是一个特征，对于我 ID 这个项来说呀，就是如果说我拿它进行一个便利呢，便利到这个 ID 的这个特征的时候会什么样啊？其实是这个样子。把 ID 当成根节点，咱们来看一里边自己。二里边自己，三里边自己，点点点点，一直到14里边都是他自己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拿 ID 这个特征进行便利的时候，进行分支完之后啊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各自的叶子节点啊。这样有什么样的一个，就是有什么优点或者有什么缺点啊？咱们先来看，如果说拿它进行一个算，它的一个商值怎么算啊？第一号叶子节点当中只有一个，所以说是很纯的。它的商值必然是等于零的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啊，商值必然等于零的，商值等于零，商值等于零，每一个叶子节点商值啊都是等于零的。那最终呢，总的商值还是等于零的吧？那也就是说，拿 ID 这种特征，一旦我也拿过来之后，我会算出来啊，最终的系统商值等于零，最终的系统商值等于零，说明一件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说咱们现在的信息增益是最大的呀？信息增益一旦最大了，那你要选特征的时候，是不是就选到了 ID 这个特征啊？也就是说，咱们现在会认为 ID 这个特征它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：ID 是什么？ID 只是一个编号啊，它对我最终结果有影响吗？对我最终结果啊，肯定是没影响的吧。但是呢，你却把它拿成当成了一个根节点，也就是说啊，现在这个 ID 好比是这样一类特征，这类特征啊非常稀疏，里边的属性非常非常多，但是每个属性里边的值，它的样本数又非常少。对于这样的特征来说，我们很容易把这样一个特征啊，就是给它计算的一个商值是很低的，从而导致呢它的一个信息增益是很大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按照信息增益去算的时候啊，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啊，它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。那你说为了解决这个 ID 的这个问题啊，我该怎么去办呢？所以说啊，后来又提出来了。另外，咱们不用管这个 ID 和 C 啊什么意思，其实啊就相当于是算法的一个升级啊。又提出一个东西啊，叫做一个信息增益率。信息增益率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啊，就是说它是在信息增益的基础上，又考虑了一下自身的一个商值。比如说，对于 ID 这个特征来说，我算了它的信息增益虽然很大，那你说它的自身的商值怎么样啊？自身的商值，我可以把它写成一个集合，写成一个集合里边有一、有二，一直到14。那当你再去算它自身商值的时候怎么算啊？每一个都是1/14吧？1/14再乘上一个 log 1/14，取一个相反号，一共有14个，再乘上一个14吧。对于这样的一个值来说啊，你说它的值大还是小啊？log 1/14这个就决定了你当前这个数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。也就是说，对于 ID 这种特征呢，它自身的商值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商值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可以用信息增益率。信息增益率是什么？信息增益率啊，说白了就是用信息增益再比上它自身的一个商值。通过这样一比之后啊，你看了，哎呀，它的 ID 信息增益率又很小，所以说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信息增益率啊来解决啊咱们 ID3 信息增益里边没办法去解决的那个问题。然后后来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东西叫 CRT 吧。CRT 啊，现在是用来比较广的，就是它不是用商值去做的，而是用一个东西啊，叫做一个基尼系数。基尼系数这个东西啊，也是比较好解释的，它跟商值啊有一些就是有很大的类似。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公式啊，公式等于什么？一减去概率的一个平方。我们来看，就看右边这个东西，一减去概率的一个平方。那咱们来想，
一个概率是多大？一个概率肯定是在零和一之间啊。如果说这个东西是非常肯定的，那它取到的概率是非常接近于一的，越接近一，基尼系数会越接近于零吧。所以说啊，就是你越确定的、越纯的，概率越接近于一，所以说基尼系数呢会越小。这个啊，它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跟我们的熵值啊，基本上都是一个类似的，都是通过啊咱们比较它的一个值的大小，来去看一下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一个分裂，到底啊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啊来进行一个分裂啊，它就是这个意思。在这里啊，就给大家对比了一下不同的一个算法当中啊，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策略，其实上呢是稍微有些不同的，但是啊，它基本的一个原理啊都是一个类似的。